这是一个兽兽，上面雕刻着传说中的动物文样，最前世的花纹让它看上去威严而又神秘。将带钩固定在腰带一端，勾住腰带另一端的环或空缘，就能够将腰带竖起。单钩时期，带钩的性质基本确定下来，分为钩式、钩钮、钩身三部分，整体呈现 S 型。有些带钩的钩钮还是主人的私隐，即使带钩有时隐藏，一物两用。与经验六力，带钩的材质反映了佩戴者的阶级地位。这枚战国时期的兽面纹女带钩出土于鲁国古城遗址，在那个时代，鲁国是礼乐之邦，人人对美好的品德和礼节推崇备至。钻云、钩云、兽面，缅怀了一幅上国神话图景。苍茫的宇宙之中，雨雾缭绕，穿越层层云雾，一只上古瑞兽忽然出现，原来是它在吞云吐雾。云雾遮挡覆盖住它的身体，唯独留下一颗兽首，用深沉的双眸凝视着世人，凝视着你。